是的，现场的长官嘉宾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莅临 New Space 1111男模派对。因为稍后我马上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开 party 了。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恨。耶、yeah! 今天真的也蛮开心，就是派总的魄力之下，一声令下说11月11号要在这边办一场这个男模派对，然后这个盛会啊，那这个场地呢现在叫做 MU Space， 各位看到后面这个背板啊，就是这个MU Men's Uno 咖啡敬茶。我们第一个店是在那个台北市大道城，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哈。那生活美学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所以我们现在create出了这个 Men's Uno 咖啡敬茶，就是希望用味道来重新大家来认识 Men's Uno， 也是多多支持我们哈。然后谢谢大家。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帅哥们，我们的男模，你知道我们手上的这些饮料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超模们要送上的就是我们的咖啡，是有花果香的咖啡，以及呢玫瑰花果茶，要给现场的朋友试喝。She's too hot to touch. She's too hot. She's too hot to touch. She's too hot. She's too hot to touch. You make me feel like burning, burning up. No, you can't stop the hurting. Too hot to touch.